舍不得，好舍不得，好难过，流泪。你也可以讲一下昨天一天过来的感受吗？就是很爽，太阳多，好嗨哦。到前面解释，万一一天。对，万一一天总要不要讲述一下？季阳说，季阳说他死也要死了。我怕他死了，就让我陪他了。今天你觉得今天天气还好吗？今天天气很好，这里很烦。哦，好的，下一位。来，两位老师。你们觉得？你们啊，你把嘴闭上，谢谢你，金林老师。你们觉得今天现场会很热闹吗？今天会很炸，因为金林老师打算现场。呀，兄弟，下一位。到这两位了，你们觉得？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？最大的收获是飞机没有晚点，然后我们顺利到达青岛。啊，真开心啊！好的，下一位，来海块老师，一句话不说，你有什么感言吗？还不错是吧？今天很帅，衣服也很帅，项链也很帅。你觉得车上谁最帅？陈卓璇老师最帅。陈卓璇老师知道那个小张哥，不然就是那个叫张哥。哇，这个脏辫可以给大家秀一下吗？哇哦，你是全场头发最长的一位，打个招呼 ，Hello。哇，他们一点面子不给。